OK， 我们今天要看五首诗，三首是艾默生的，选自他的艾默生诗全集然后另外两首是 Longfellow 的诗。我们来看今天讨论题目。第一题 ，The speaker of each and all tries to elevate truth above beauty, but fails. Do you think truth and beauty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n this poem? Why or why not? 所以这首诗的叙事者，或者我们说咏诗人，试图把真理排得比美还要高，但是他这样的努力失败了。所以你们读下来觉得这首诗里面这两样东西，真与美，是互斥的吗 ？Mutually exclusive， 以及为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首诗，一乘二是各自与所有，37到39行。好，所以这边 ，Then I said。I covet truth. Covet 原本意思是是想要拥有。它有些脉络之下是想要窃取。那总之这边就是想拥有，想拥有真。Beauty is unripe childhood's cheat. 美是一种作弊。为什么？因为它是年轻时未成熟才拥有的东西，它不是真正有价值的。I leave it behind with the games of youth. 圣经有一句话是长大之后应该要把儿时的玩具收藏起来。他是从这边用的典故。他说他把美跟着儿时的游戏一起就是留下来，留到后面去，就是抛弃。所以从这边来看，他就是想要把真提高到美之上。但是 ，as I spoke, beneath my feet, the ground pine curled its pretty wreath. 地上落下来的那个针叶卷成一环 ，wreath 是花环。Running over the club moss burrs, 而这些叶子渐渐满意流过苔藓的那个。地上的苔藓 ，moss 是苔藓。I inhaled the violet's breath. Violet 是它原本的意思是一种花，然后呢，花的颜色是紫色的。我忘记花的中文叫什么，但总之它是一朵花，紫罗兰。谢谢。所以把紫罗兰的那个味道吸进去。Around me stood the oaks and firs. 周围都是橡树与。我的大自然的中文不好，但总之是树了。Pine cones and acorns lay on the ground， 所以周围都是acorn 是橡树果，然后 pine cone 是那个针，那个叫什么针叶林的那个树的果实。总之就是很多大自然的意象了。然后呢 ，Over me soared the eternal sky， 那个叫什么永恒的天空。在我头上画过 ，full of light and deity。前面几句大部分都是分号嘛，代表说它概念讲完了。这边是逗点，所以这两句放一起看。所以这个永恒的天空充满着光与神 ，deity 是神奇的意思。Again I saw, again I heard the rolling river, the morning bird。这边 rolling 是滚滚那个河水。然后破折号告诉我们说他总结了 ，Beauty through my senses stole， 美从stole steal 原本是偷窃嘛，但这边他用的是比较旧一点的意思，to steal through a place， 意思就是偷偷穿过，所以他这边意思就是美偷偷穿越了我的五官五感，就是我五感全部都是美。I yielded myself to the perfect whole.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让出来，交给这完美的一切。所以他虽然口中说他觉得真比较重要，但是他的感受、感觉、他的身体全部告诉他的都是美，充满的美，大自然之美啦，
啊、天空之美啦，还有不只是视觉，还有声音嘛，都有。所以回到这个问题，这首诗里面真与美是互斥的吗？我觉得咏诗人认为是互斥的，所以他才会想要把真提高到美之上。但其实诗人写这首诗的诗人，他应该是觉得两者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如所以他这边那个咏诗人这个角色想要区分开来，那这首诗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区分开来的话是分不开的，因为 到处通通都是美，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个是英国文学我们有一首诗没有上，但是里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突然想到没有上，前年有上，去年然后大家都读不下去，所以去年就拿掉了。所以这首诗他讲的概念就是这个一前二嘛，各自与所有。他那个与就是把两件事情等同为一件事情，你不能事情不能单独来看，必须要就是当做一个整体来看。他中间有一个这边Nothing is fair or good alone， 这边的 fair 是 beautiful， 是美的，没有什么事情独自看是美或是好。然后他下面就开始举例了。I thought the sparrow's note from heaven. Sparrow 是麻雀，所以他想着天中的麻雀的那个鸟鸣 ，singing at dawn on the alder bough. Bough 是树枝，就是树上的树枝，所以他想象着麻雀站在树枝上面在怎么啾啾叫之类的。I brought him home in his nest at even. Even 是 evening 傍晚，所以傍晚的时候把他带回来，然后把整个鸟巢都带回来了。He sings the song, but it cheers not now. Cheer 是带来快乐，所以为什么那个啦啦队叫做 cheerleader？ 因为就理论上啦啦队应该是鼓励那个球队啦，然后也是鼓舞就是观众士气，带来欢乐。所以把麻雀带回来，它还在叫，可是鸟叫声没办法让我感到快乐。For 是因为 ，For I did not bring home the river and sky， 因为带回来的只有鸟跟鸟巢，没有把河流带回来，没有把天空带回来。He sang to my ear, they sang to my eye。所以带回来的鸟听得到声音，可是跟着鸟整个脉络、整个情境一体的那些东西，就不见了。徒有声音，没有其他那个感受。然后他下面讲他没有带回来的东西，他舍去不见的东西。The delicate shells lay on the shore， 海边的那个贝壳，谢谢，带不回来。The bubbles of the latest wave， fresh pearls to their enamel gave。他这边是很传统的，把海浪的上面的那个泡沫比喻成珍珠，然后意思就是都在那边没有带回来。所以这首诗就是这样的概念，前面是说就是必须一体来看，然后后面就说，所以如果你想要从美当中萃取出一个真或是一个真理来，是做不到的。你即使想要萃取出来，就是大部分的美都还是流失掉。对，这是第一首。有要提问吗？所以从这我们可以开始感受到，就是他非常浪漫的超然主义，有没有大自然啊，然后就是强调精神层面啊。尤其通常思想家都喜欢推崇某一种想法或是哲理，但是他这边却说没有美的话，真理 是得不到的。好，第二题， How would you describe what the wine symbolizes in Bacchus？ 下一首诗里面这个酒它象征什么东东？ Bacchus 是酒神，它是罗马文化里的酒神。你知道罗马很多神都是从希腊偷来的吗？所以希腊酒神叫 Dionysus，
然后罗马就是为了表示说这不是人家，这是我们的，所以把它改名叫 Bacchus。没有那么简单啦、啊、有一些差别，但是主要是一样的。啊，酒神他最经典的那个概念是发酒疯，就是喝醉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顾那种状态。通常酒神通常就会说是朝拜酒神的一个仪式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爱默生拿酒神跟酒要想要讲什么。Bring me wine, but wine which never grew in the belly of the grape. 哦，前两行就已经开始很有趣了。他这边讲的酒是不是葡萄长出来的酒，不是葡萄酿出来的酒。Or grew on vine whose taproots, reaching through under the Andes to the Cape, suffered no savor of the earth to escape. 所以想喝的酒也不是从藤蔓上长出来的。他下面只是比喻，就是葡萄酒那个葡萄藤蔓长的地方横跨多少地理区，全球都有。Let its grapes the morn salute, morn 是 morning, 早晨。From a nocturnal root. 那我要喝的这酒它的葡萄是从 nocturnal 是夜的半夜的黑夜的从夜里长根然后向早晨致敬。Which feels the acrid juice of Styx and Erebus. 而它又感受到 Styx 跟 Erebus 是古希腊文化两个地狱的河就是希腊地狱有三条河。Styx 是遗忘之河，然后 Erebus 是我看下面注释有没有写啊？是就是指整个地狱，不是 Styx 不是遗忘之河 ，Styx 是那个过了 Styx 才是进入地狱的正式的边界，所以意思是说这些葡萄是有尝过地狱的滋味。And turns the woe of night.By its own craft to a more rich delight. 而这些葡萄酿的酒居然可以把夜晚的悲伤，或是悲伤，变成更丰富的欢乐，或是愉快、愉悦。We buy ashes for bread. We buy diluted wine. Diluted 是稀释的。所以这边意思看第三句就知道他讲什么 Give me of the true 我要的是真的东西所以他讲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东西都像灰烬一样喝的酒像稀释一样都 都不真切我要的是真的 Give me the true of the true 那个 of 是以前的文法啦 Whose ample leaves and tendrils curled among the silver hills of heaven 而这真理的丰满的叶子以及它的那个根须卷在天堂的银色的丘陵之上 draw everlasting dew 而借此可以不断的就是从空中吸取那个露水 wine of wine 酒中之酒 blood of the world 红酒跟红血是有象征关系的因为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拿起他的酒杯跟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血然后请喝下去代表就是对我的就是信念与忠贞啊所以现在天主教的仪式也会就是拿葡萄酒然后象征性的我们说象征性啦天主教的人觉得说一旦就是说这是耶稣的血就真的变成血了宗教问题所以红酒跟血是有关系的但是他这边爱默生讲的不是耶稣的血他讲的是世界的血 Form of forms 这就有意思的 form 是形式嘛那诗里面讲到形式第一个就想到就是诗本身诗本身就是你把一些概念或意象诉诸文字给它一个形式来呈现但是既然讲到世界的血有宗教意涵那你也可以说耶稣下凡也是神被赋于人形
And mold of stature, stature 是地位，地位的那个模模组，那个形塑。That I intoxicated, 使我酒醉。Intoxicated 就是喝醉了的意思。或是如果使用其他像毒品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字。它的字根 toxic 是毒素、毒药。And by the draft assimilated, 借由这一杯 draft 这边讲的就是一杯，借由这一杯，我结合了所有这些东西。May float at pleasure through all natures, 而喝下去之后就可以徜徉在大自然之中。The bird language rightly spell, and that which roses say so well, 这就是鸟鸣在鸣的东西，这就是玫瑰就是象征性表示出来的东西。其实讲到这边，那个这首诗的主题已经出来了啦。那我们再看一段，意象比较鲜明的这段 ，wine which music is， 我讲的酒就是音乐，也是这样的酒。Music and wine are one， 两者合而为一。That I drinking this shall hear far chaos talk with me， 喝下去就跟世界跟宇宙混乱开启的对话。Kings unborn shall walk with me。未来还没有出生的国王跟我肩并肩。And the poor grass shall plot and plan what it will do when it is man. 所以这边就很有意思，前面用基督教的意象，这边却用的是佛教轮回的意象。他说喝了这酒呢，地上的草也开始跟我密谋，想说当他轮回变成人的时候要做哪些事。Plot 是个双关，一方面它是密谋的意思，另外一方面 a plot of earth 就是一块地，它这边讲的是草嘛，所以有双关到。Quickened soul， 因此而让我的，还没有说主词是什么，那其实它讲的就是生命力，生命力活跃起来了。Will I unlock every crypt of every rock? 生命力活跃起来，我就能够把每一颗石头的crypt 应该是那种地下放死人骸骨的那个地方，我突然忘了中文叫什么，叫墓穴吗？就是通常像那种大教堂下面会有的那种空间。如果你没有看过天使与魔鬼的话。Anyway， 概念你们懂，所以他说就是石头的每一个这样的空间我都能够解锁。所以很明显他讲的不是一般的酒嘛，这酒应该是某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东东。其实它象征的应该就是最深奥而核心的那种生命力嘛。他讲的这些经验全部都是一般日常之外的东西。所以就是因为喝了酒发酒疯，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对爱默生写这首诗来说，那个层次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平常都是行尸走肉，对不对？他说我什么什么吃的面包像灰烬，喝的平常喝的酒像西施一样都不真切。发就是喝了酒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对不对 ？Blood of the world。世界的血。对，这个最后一行也是upon the tablets blue， tablet 是石板，他这边讲的是天空。The dancing pleiads and eternal men， pleiads 他下面有讲他全名其实是 pleiades， 他是一个星团，应该是卯宿星团吧，七姐妹，总之就是星星。所以
最后一行永恒的人跟星星并列，所以喝了酒才真正能够抵达那个境界。他要讲的酒是这个意思，那可以吗？会不会太悬？是不是下课要稍微体验一下？好了，第三题，到下一首了 ，Longfellow。哦，没有，那个爱默生第三首诗就没有问题，我没有列讨论题目。哎，没错 ，Longfellow 三首 ，OK， 所以下一首就 Longfellow 诗。Why do you think both Longfellow poems here are written in trochaic tetrameter？ 他问的是格律问题。好 ，tetrameter 是 trochaic tetrameter，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四部洋溢格。应该是吧，我们来检验一下。对 ，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那个先扬在抑，就是先重在轻。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四次，所以四部洋溢格。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回头看爱默生的诗是用什么格律。它格律其实不工整嘛，就是有长有短。The memory of ages quenched, give them again to shine. 对，它有格律不工整，但是 Longfellow 的诗格律比较工整。所以这个题目问说为什么用这个格律？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格律通常一般带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像我们常说的 blank verse 五步抑扬格，英文诗最经典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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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日常，对话的节奏非常平常，没有什么独特的。但是四步洋溢格，我念几行，你们即便没有听懂，也可以感受一下大概什么感觉。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有什么样的感觉吗？通常我们说四步洋溢格，尤其是四步洋溢格，是跟童话比较像，或是跟鬼魅比较像。如果你们有读过莎剧《马克白》，有时候这学期有时候我莎剧，待会儿会之后会读到里面的三个女巫，她们的台词也都是用这个格律，所以都是跟一些。也是日常之外的童话的话有怀旧嘛，然后也有一种不真实的那种奇幻感，所以超现实奇幻的感觉通常就是这个格律。那好，所以为什么这首诗要用这格律呢？它哪边那个奇幻，哪边就是超自然吗？我们看一下 A Psalm of Life 永生命之歌，然后它有一个引言。Life that shall send a challenge to its end, and when it comes, say, welcome, friend. 所以他要用的生命是那种面对他的终结，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来临的时候像跟好友致意一样。What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an said to the psalmist. Psalmist 就是咏诗人，所以他这边他这个副标意思就是说，这首诗不是咏诗人自己的想法，是听到一个年轻男生心中的话，然后把它变成诗。Tell me not in mournful numbers. Number 这边是指格律。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数吗？几步、五步、四步，所以他就是讲格律。请不要用哀伤的格律韵文说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But 是 only 的意思。生命只不过是一场空梦。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因为如果灵魂没有苏醒的话，就等于死亡一样。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事情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那个诗节的编号没有意义啦，它只是要区隔不同诗节。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earnest 是积极认真的。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坟墓并不是生命的目标，是它的终点，不是目标。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st. 好，绕了绕了一点，就是前现代英文。Thou 是 you, art 是 are， 就是你是灰烬，终究会回归灰烬。这个也是圣经用语。但是他下一句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这句话讲的是肉体，讲的不是灵魂。Not enjoyment and not sorrow is our destined end or way. 我们的目标，我们命运安排的目标，并不是享乐，也不是哀伤。But to act， 斜体是强调吼。But to act that each tomorrow find us farther than today. 所以生命命运中的目标是要有所行动，好让每一个明天可以比每一个今天走的还要更远。他那个连结号是以前的拼法，现在当然就是没有这个连结号了。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 这个也是典故，这个是Morris 应该是古罗马有一个哲人，他曾经说过，生命短暂，但是艺术永恒。Life is short, but art is long. Fleeting 是稍纵即逝的意思。And our hearts, though stout and brave, 即便我们心智强健勇敢， still like muffled drums, 像闷着的鼓一样， are beating funeral marches to the grave. March 是行军乐曲，他这边讲的是葬礼的乐曲，所以他说就是即便现在健康，但是我们生命终究是像是葬礼一样，渐渐葬礼上会打的那个鼓，因为是哀悼，所以会把鼓声闷起来，不是响亮的鼓，终究会，意思就是我们总是朝向死亡迈进。我们跳两行。Be not like dumb driven cattle， 不要像 dumb 这边是听不到的，听障的，想看，不是，对不起， dumb 是说不出来的，是哑巴的，不要像是说不出话来被驱赶的牛群。 driven drive 是驱赶，驱赶才是 drive 的原始意思，开车用 drive 也是因为你在驱动车子，所以不要像牛群一样。 Be a hero in the strife， 要在混乱中成为英雄。所以其实这首诗的主题也出来了嘛，就是虽然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但是要趁活着的时候要勇敢的活出来，要有做出就是能够永留青史的一些行径行为。所以这样的主题为什么要搭配这个比较奇幻超自然的格律呢？你们可以想，他如果讲的是整个生命 从始到终，然后 期间留下的影响，或是对后世的影响，他的观点是生命之内还是生命之外的观点？他一定是站在生命之外，他才能够去讲整段生命嘛。所以他的观点本身就是超自然的，都是一个比较奇幻的观点。他借由这样的格律强调这个观点，他讲这个主题才比较有说服力。比如说你像我这个人，我年不过40，然后如果我一直跟你讲说啊，等你到80岁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什么，你根本不会相信我嘛。所以他一定要采取一个可信的观点讲整个生命，那个读者或是当时是很多是表演的听者才会真的有那个 feel 那个感受。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诗不只是把语言排得很奇怪而已，它的排列应该是有意义的才是。这也是为什么 Longfellow 当年畅销，因为他的诗就是有顾到这一面。第四题， Do you think the slave singing at midnight ends with hope? 这首诗以希望结尾吗？然后是的话为什么？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我们来看这首。
The slave singing at midnight. 对对, okay, 好。这首不长。 Loud he sang the psalm of David, 大卫的诗歌,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勇诗篇。 He, a Negro and enslaved, Negro是黑人, 现在已经政治不正确了,现在黑人就是要说 black, 然后B是大写, 表示说你讲的不是人家的肤色,你讲的是人家的文化背景。 但总之,这首诗的主角就是他,一个黑奴, 然后唱着圣经的诗歌。 Sang of Israel's victory. 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的家乡嘛, 圣经里面, 犹太人的国家。 Sang of Zion. Zion其实就是以色列的, 两个意思一样。 Bright and free, 光明又自由。 所以其实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嘛, 这个黑奴为什么会去唱犹太人的诗歌? 或者是圣经也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圣经嘛, 所以为什么唱圣经, 基督教的诗歌? In that hour when night is calmest, 夜晚最静的时刻, sang he from the Hebrew psalmist, 希伯来文, 所以就是旧约。 In a voice so sweet and clear, 甜美清亮的声音, that I could not choose but hear, 我不得不去聆听。 Songs of triumph, 胜利嘛, and ascriptions, 记载, ascription, 它的字根是script, 就是记录嘛, 那个文字记录。 Such as reached the swart Egyptians, 尤其是创世纪, 就是圣经第一卷, 好人是犹太人, 坏人是埃及人, 所以他这边讲说, 这些诗歌里面犹太人的胜利, 远传到连埃及人都听得到。 Swart, 这个字其实应该是swarthy, 后面省略了hy, 意思是皮肤黝黑的, 就不是深夜的黑, 比较像是就是你想中东人的那个肤色。 When upon the Red Sea coast perished Pharaoh and his host, 这是圣经典故, 摩西分红海的故事没有听过。 犹太人有一阵子被埃及人奴役, 所以就是上帝派摩西把大家带离逃出埃及, 这个叫出埃及记, 后来迪士尼有拍成电影, 好像是动画片, 中间要过红海, 但是没有船, 所以怎么办呢? 摩西上帝祈祷, 然后上帝就把红海一分为二, 他们就用走的, 然后走过去之后, 最后一个犹太人刚登上岸, 埃及人还在追的时候, 红海又合起来, 然后把埃及人都淹死了。 讲的是这个典故。 我小时候有上过圣经班的课, 那个时候老师讲说, 要是他也在红海里面走的话, 他一定会忍不住把手伸到水里面, 看会怎样。 And the voice of his devotion, 他的那个真诚的意念的声音, filled my soul with strange emotion, 充满奇怪的情绪。 For its tones, 那个声调, by turns, 依序, were glad, sweetly solemn, 严肃的, wildly sad. 所以又开心又严肃又难过。 Paul and Silas in their prison, 这两个都是很知名, 就是皈依天主教的神, 的圣人。 他们也都被关过, in their prison, sang of Christ, the Lord arisen, 也唱过耶稣, 也咏过耶稣, and an earthquake's arm of might broke their dungeon gates at night, 因此上帝就用地震的方式把他们的监牢敲开来, 让他们可以逃出去。 所以这个是咏歌的其中一个背景, 咏歌是为了想要得救。 But alas, alas就是唉, what holy angel brings the slave this glad evangel? Evangel是福音。 如果有看动漫的话，应该认得这个字。 新世纪福音战士是Neon Genesis Evangelion。 And what earthquake's arm of might breaks his dungeon gates at night? 所以对这个黑奴而言，谁才是解救他的那个天使？ 又有什么样的地震能够来把他的象征性的那个牢房给敲破？
所以这个题目问的是这首诗的结尾，你们觉得带有希望吗？还是比较没有希望？乍看之下感觉好像是没什么希望嘛，相较于圣经故事一样，这边他不是关在真的牢房里啊，所以上帝要如何那么轻易的解救他呢？但相反的，他的结尾是问号，他虽然有可能是反问，但也有可能是认真的问，有没有可能上帝真的就是让历史转变解救黑奴？这首诗写于1842年后，美国内战是1865年结束，所以当时黑奴奴隶制还是在南边的州是合法的。所以诗人写这首诗，他是有可能是反问，有可能是认真的问，但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是说一定可以得救，要么就是不可能得救，要么就是只有奇迹才能解救黑奴。那就是这两个选项，一个比较悲观，一个比较乐观，一个比较没有希望，一个比较有希望。这可以看个别读者的读下来的反应。好，第五题，这两个诗人的诗里面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individual， 他们对个人个体的理解，是否有差异？然后如果有差异的话，差在哪？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爱默生的诗，第一首讲的是，就是你没办法把真理从美萃取出来，你不能单独看一个东西，你必须要看整体，所以感觉好像他对个人不是很崇尚。就当然一方面这首诗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去看嘛，是一个人去抓那只麻雀，是一个人去看大自然，是一个人去想真与美的问题，但是他看他的结论是没办法分开来的，所以个人个体还是存在，但是 它不是最重要的。第二首诗 Bacchus 啊，这部分个体就更少了，因为它意思有点像是你喝醉了，你就加入了这个宇宙世界的万物 之列。然后他又说，就是清醒的时候人生就是好像是虚度光阴，所以有比较像是要逃离个人，加入就是宇宙万物。所以这个是爱默生的看法。那 Longfellow 呢？永生命之歌，这个人，这个年轻人的要表达就是要趁活的时候做出有意义、有影响的行为。这感觉比较蛮崇尚个人的嘛。他好像要讲集体的话，也是说你做出这样的行为之后，名留青史，最后你过世之后才会被列为就是那个与人类集体成就并列。但是活着，他这首是讲的是活着的时候的精神，这感觉比较个人嘛。 Be a hero， 让你成为你自己生命中的英雄。然后还有这一行刚刚没有带读到， Trust no future however pleasant， however 是 however， 省略一个 V， 因为它音节太长了。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 所以不要相信未来会多美好，你也不要去管那些已经过去的过去式。Act in the glorious present， 光荣的现在。Heart within and God overhead， 就是内心确凿，然后上头还有上帝在照顾，有点像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顶天立地了。所以很明显的是个人主义比较重要的，对 Longfellow 来说。然后第四首这个就非常个人了，他讲的是一个黑奴，他不是，其实历史中黑奴唱歌通常是成群的唱的，是劳动的时候唱，或是晚上休憩的时候会唱，有点像是也是就是让他们可以一天熬过一天的精神粮食。但是他这边这首是讲的是一个黑奴的唱歌。然后有提到的集体都是就是歌曲的文化背景，犹太教的背景，但是真的要比较的话，他下面拿的是个人的那个门徒 Paul 跟 Silas 都是耶稣门徒，都是个人去比较。所以我们
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是爱默生比较觉得个体是通往世界万物的道路，但是 Longfellow 就觉得个体才是真正重要有意义的格局。好，然后第六题，我每一周都会问这一题，因为这个就是你期中考跟期末考的题目。我到时候会给你一篇诗或是散文体的东西，然后跟你讲说是属于哪一个世纪，然后就问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看出来是属于那个世纪那个时期。到时候就可以对照我们上课的时候介绍每一个时期讲的东西。所以譬如说这边怎么看出来是战前期 antebellum， 这个就是19世纪上半叶的意思。那最简单的就是 the slave singing at midnight， 他讲的是黑奴。19世纪下半叶内战结束了，没有黑奴了，所以很明显是上半叶。再来譬如说第一首是 Each and All， 它充满着大自然的意象。如果回去回想英国文学讲浪漫主义的时候，我们上华兹华斯的时候，他也是用大自然，但是他都是拿来跟工业革命产物跟都市去比较。比如说什么，为什么人要去大自然，躺在大自然之中去充电呢？因为平常上班，不管是工厂还是办公室，都在都市，缺乏大自然的精神粮食，所以才需要就是时常去郊游。但这首诗却没有嘛 ，Each and All 它并没有去反衬一个都市化或是工业化的环境，它单纯是讲说，你如果想要从中萃取出来的话是做不到的，必须要保留它的完整性。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美国都市化真正开始之前，的一个状况。也许英国那边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所以也许有一些创业家想要把一些就是工业发展的东西带到美国，这个是诗人咏自然的一个反对工业化的精神，但是他还没有真正体验到工业化的那个负面影响。诸如此类。好，所以今天讲到这边，这六个题目不是今天讲到这边啊，今天进度讲到这边，这六个题目有要提问吗？好，下一周我们要读一首短篇小说，是霍桑小说 Nathaniel Hawthorne。 霍桑这个小说很有趣，因为他其实对我们来说他是19世纪的人，但是他其实当时写的小说就是历史小说，他写的是那种17、18世纪的事情。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上早期美国文学作品，但是这个19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写的就是早期美国的文化。那当然就会跟真正处在早期美国时期的人所关心的事情不太一样。霍桑大部分的小说关心的是当时的文化是充满的宗教观，尤其我们上周讲到克尔文主义新教的那个很怕下地狱的那种宗教观，所以他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色彩，然后又会把它提高到一个蛮奇幻的一个地方，未必非常写实。有些人说他写这个东西是反讽，有些人说他写这个只是为了要能够把他的作品卖出去，就带有一点新三色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等于是间接的去了解早期美国的文化比较关心的东西，以及后世的美国人如何回头去看早期美国人的价值观。基本上霍桑如何看待清教徒啦，这克尔文主义的人，就是现在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只是说就是因为他比较早一点，现在人去看比较模糊，但基本方向是一样的。所以下周这故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Young Goodman Brown， Goodman 只是先生的意思，所以是布朗先生的故事。他什么故事呢？我简单帮你们摘要一下。他刚结婚不久，他的新的老婆叫 Faith， 这名字很有意思哦，信念。然后呢，他一直跟他老婆，他一大早就起来，清晨就要出门，然后跟他老婆说：“你就乖乖待在家，不要乱跑，我没事的，我马上就回来。”
然后他老婆就很担心他，但不管，然后他就进了森林里。尤其早期美国那边，即便是东岸开垦发展的地方不多，森林就在那个小城镇附近，而且通常就是虽然很多森林是被原住民开垦过，但是对于欧洲来的人而言，他们就觉得很阴森很可怕。这个也有欧洲的传统嘛，像什么格林童话大部分都发生在森林里面，有这样的文化一脉相承。好，所以他走进森林里要干嘛呢？故事一直不跟我们讲，但是他中间遇到了一个他好像叫做老朋友，然后这老朋友感觉有点诡谲，有点奇怪，好像有点懂太多，然后我们的主角好像也有点怕他，然后他老朋友就要把他带去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就发生一些事情。事情发生之后，这个主角整个人生完全翻转的完全不一样。就这样。OK， 我们下周见。